表演现场，我们来看看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表演者是谁吧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欢迎下班的节目。中国传统的乐器结合现代电子乐，让各位观众体验到耳目一新的视听响应。让我们欢迎他们为我们带来的表演。Thank you.